大家好，我是薇薇，欢迎大家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。我们会每天准点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秀了。肖战视频公开露面之后，获明星权力榜年度最具影响力男演员25次登顶。5月6号，继227事件之后，肖战首次视频公开露面，同时在社交平台上宣布正式回归。不得不说，这一天大家都已经等待很久了，尤其是咱们一直在追逐肖战的每一个小飞侠了。肖战的回归属实让人感到震惊的，就如他每一次推作品一样，都是大半夜的突然官宣，没有任何的预告，突如其来的就到了，总是带给大家意想不到的感动和期盼。记得受到227事件影响之后的肖战，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发声，他只是默默地在背后看着大家天花乱坠的新闻和关注疫情。于是为了纪念去世的白衣天使，上月的4号，他便半夜突然来袭悼念白衣天使。肖战的每个举动都让人感到意外的惊喜。然而在4月4号首次更文的时候，大家都以为肖战正式回归了，后面还接连的推出了作品，比如致敬经典的《红梅赞》以及个人原唱作品《光点》，并不是他的回归，只是他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已。直至近日，肖战接受了中新社中新经纬的采访后，肖战才正式宣布回归娱乐圈，同时宣布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便是不少网友和黑粉们期待的事情，那就是向肖战对他的粉丝们所做出的事情买单。尽管那件事情不是肖战的问题，可大家就要肖战本人亲自出来道歉。于是在肖战的视频露脸当中向大家诚恳地道歉了。第二件事情就是道歉之后也同时宣布回归娱乐圈了。肖战，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，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这段时间的所感所想。看得出来，在这过去的2个月左右的时间里，不仅仅是小飞侠们想念肖战，而肖战也在想念大家了，才终于说出了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多么温暖的话，再次见到了那个充满正能量的孩子肖战。而5月6号，肖战刚刚官宣回归，5月8号，肖战就获得了2019明星权力榜年度最具影响力男演员。在权力榜2019全年发布的共44期华语男演员榜单当中，肖战25次登顶，数据成绩分外亮眼呀。看得出来，肖战的这一回归正是时候，刚刚回归2天的时间就获得了这么大的一个荣誉，对于很多娱乐圈艺人来说也会羡慕不已。身正不怕影子歪，记得在2月份的时候，很多肖战的对家呀都以为可以将肖战彻底的打入到无底深渊了，再也不能回归娱乐圈了。这下肖战轰轰烈烈的就回来了，相信这个回归让那些曾经对他落井下石的对家也是心痛的，怎么就没有打败肖战呢？这次真的恭喜肖战回来。刚得知肖战获得2019明星权力榜年度最具影响力男演员的好消息之后，不少的小飞侠们也是第一时间赶来为他贺喜，把生活回归到简单纯粹，让演戏与工作给予自己丰富，用心揣摩自我成长，以热忱的和负责任的态度演绎每一个角色，期待演员肖战的作品。演员肖战出道以来始终勤奋刻苦踏实努力，此次荣获登该榜单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今后也会继续保持本心，谦逊有力，稳步前行。少年的梦如唐三般勇者无畏，顾魏般救死扶伤，急冲般潇洒而行，那么少年的梦会实现吗？且与肖战相约，一同见证少年梦想的力量。在肖战的努力之下和粉丝们的无限支持，相信未来的肖战更会开启不一样的明天，让我们一起见证未来那个更加闪光更加亮丽的肖战吧。如今肖战成功顺利回来了，希望每一个热爱肖战的小飞侠们好好保护你们的战哥，别再让他受伤了。相信6号晚肖战的这回归才算是一个完美的回归吧，并所有之前发生的所有事都通通的整理了一遍，并对之前与他受到相关影响的人们而道歉。尽管在肖战道歉之前他做出了几次成功的事件，但是并没有得到所有对他误解的朋友的原谅。相信啊，大家都知道肖战在受到了因为某些事件受到影响之后，与粉丝共同做出的粉丝公益项目以及肖战新专辑光点的推出，无论是对于旁人还是肖战都足够成功了，但是大家对他的好感并不好，而是逐步增加。相信这次看到了肖战如此真诚的道歉之后，大家更会有一次对他增加了很多的好感。作为一个旁人来说，看到肖战的道歉真心被感动了，
也不枉这三年半来小飞侠们对他的追捧，这一次才得以见证，原来肖战不仅仅是一个正能量的艺人，更是一个真诚的艺人。而肖战在半夜正式宣布回归之后，不少的粉丝们纷纷留言为真诚且正能量的肖战打 call。 阿战，你的作品、你唱的歌、说的话都给了许多人非常多的力量，遇见你真的是我们的幸运，谢谢你。成长一直在路上，我们一同成长，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肖战，我会好好生活，好好爱你，和你一样做个赤诚且温柔的人，我们一起成长，凡此过往铭记于心，还有更好的未来等待我们去奔赴。成长在路上，成长在路上，以平等的姿态共同前进，一同进步，每个人都要尽力散发爱意和善意，大家一起加油。战战，你说的我们都听到了，批评和指正，过去和未来，我们一起加油。一个一个的都是粉丝们对肖战的爱意。在肖战的视频专访中，除了向受到影响的人们道歉之后，最后被主持人问到作为明星是不是应该管理好自己粉丝的时候，肖战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，我不认同，因为我和粉丝不输于上司和下属的关系，而应该是平等的。之后瞬间被肖战的回应给惊呆了，感动又暖心，粉丝们真的没有追错他，在此刻肖战才是真正的正式回归了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，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